啊，你作為個年輕人咧，你點樣睇近呢兩年嗰、那個嚇、啊、我哋社會嘅動盪嘅轉變，同埋回復翻嘅平靜咧？我自己可能大家都睇過我喺聯合國嗰個發言，我都有引述。除咗你頭先所講《Andrew Fitashi》嗰本書之外咧，我都有引述屈姐啊，因為都好欣賞屈姐嘅寫作。咁啊，屈姐咧就寫過一本書叫做《一個集體嘅催眠》啊，我啱帶嚟都。我頭先見到我都有嗰本書，我都揾咗屈姐簽名。其實我自己覺得真係好似一場集體嘅催眠，因為大家見到有八三一嘅世紀方面。近排我又見到有爆眼女嘅真相出現，都係一個世紀謊言。一班黃人咧，好似集體被催眠咁啦。就算到目前為止，而家真相大白啦，爆眼女係冇爆眼嘅，睇完個醫療報告啦，咁都證明唔到佢眼球係有受損嘅。但係你都會見到啲小黃人，佢嗰個心態係又點啊？係冇爆眼又點啊？佢哋有啲好似心理學上講 denial 啊，即係否認一件事，嚟去確認自己以往嘅嘢冇錯，因為佢唔敢承認個現實啊。同埋如果講心理學角度，我哋都講過，可能從一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有啲似係被一啲加害者加害完之後，對佢哋產生咗同情啊，然後就認同咗佢哋嘅做法，有啲似係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悲哀咯，我自己覺得。同埋我會覺得即係其實有不少嘅年輕人咧，可能因為一時嘅衝動咧，以身試法咧，咁會留案底啦，個前途會好受影響啦，同埋佢梗係對國家有偏見咧，第日開關之後佢都未必願意過去啦，咁其實就會失去咗好多即係喺大灣區以至到全中國走嘅機會嘅。係啊，你馮生你講其實正正呢一個都係點解？我願意即係企出嚟一步啦，除咗做地區工作以外，因為而家我都堅持繼續喺深水埗地區嗰度服務，但係我都繼續即係拍片，兩邊去兼顧啫。因為我覺得好希望可以將一啲正確嘅信息帶到俾年輕人喺個網上嘅世界，佢哋平時用開嘅網上平台啦，等佢哋可以接觸到一啲真確嘅信息，等佢哋唔好誤入歧途。我自己曾經咧都帶過一班年輕人咧就去福建，我哋就去義教。咁其實成個活動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我記得當時咧，其中一個小朋友有份即係帶佢去咧，佢都好頑固嘅。咁佢明知道個法例咧就唔容許佢帶一啲好高度仿製嘅槍。出口。但係咧，佢都堅持係特登去買一支呢啲仿製槍去試一下。即係我覺得年輕人咧係有呢一種咁嘅反叛心態。咁喺可控嘅情況底下，我覺得俾佢即係跌撞一下，等佢可以從中學習到係好嘅。但係真係喺一個可控嘅情況底下，而唔係犯咗一個可能佢哋永遠唔能夠磨滅嘅錯，喺佢人生度留下咗一個案底。這個絕對唔會令人生更精彩嘅嘛。我希望即係年輕人可以喺即係我哋輔助下。我哋街住佢嘅情況之下，可以走翻入去一個正軌咯。呢個都係我自己覺得，我哋有呢個責任啦。即係作為年輕人，我哋都想多啲同一啲誤入歧途嘅年輕人溝通，等佢哋可以知道而家真係發生緊啲咩事。即係我自己覺得，香港由啲小黃人到大黃人，整個黃絲嘅族群咧，就好成日一種好中意僥倖地去試人哋底線嘅心理。即係其實舊年嘅非法初選咧，就係咁樣。即係佢就好想試你嘅底線，佢覺得咧，你國安法定咗出嚟都好啦，我照做。咁跟住咧，我會號召到我自己嘅群眾咧去排隊投票。但係咁咪而家冇好睇啦。即係一步一步嘅進擊，你見到佢哋從區議會啦，之後就好大上頭上去立法會啦，特首選舉啦，一步一步咁樣進逼，其實真係測試緊我哋國家嘅底線，挑戰緊我哋國家嘅主權。咁呢一個其實同我之前認識嘅年輕人去福建，佢明知道帶一支高仿嘅槍係唔合法嘅，佢都要試。咁最後佢就被捉咗去檢查佢嗰啲行李啦，咁收起咗啦。咁但係我哋都有即係從中支援啦。咁最後佢即係冇話要拘留或者點樣。咁但係我覺得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教訓啦。但係對一啲年輕人嚟講，而家佢係喺監獄入邊咧，呢一個唔係一個一時三刻可以咁快忘記到嘅事嚟嘅，係一個永久嘅案底嚟嘅。即係同埋你會令到
即係第一就成個人嘅心理上啦，會有影響，因為佢整背負住一個案底啦，坐個監獄啦，同埋整體佢對個世界希望即係懲教咧，係懲罰完可以有個教導嘅作用啦。但係得唔得我都唔敢講。但係我會覺得咧，就譬如照講最近例子，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因為下個禮拜就6月4日啦。嗱，32年前嗰個風波咧，有唔同嘅一啲定論。我自己當時都有啲唔同嘅經歷，不過有機會可以同你分享噶啦。但係我而家最唔想見到咧，就係有7個教堂，天主教嘅教堂，佢哋堅持喺嗰晚8點鐘咧去做啲嘢。我都寫咗文章講，我希望第日你喺啲平台都講啊，就係咁啊，其實有機會即係觸犯國安法，同埋咧你去嘅教眾咧都可能會有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何必咧？因為嗰件事包括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傅高義嘅《鄧小平時代》啦嗰本書啦，以至到其他相關嘅一啲情況咧，甚至我今日寫篇文章俾橙新聞我都講，阿李陸先生係李陸先生有本書。但李陸是當年是什麼人？他是當年那21個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但他不但止，他現在成為了巴菲特的其中一個傳人，他搞價值投資法，他自己出了一本書是中文的，講這個價值、投資、中國未來。我在北京的書店看到擺在書架裡賣，你看到其實即國家對這件事，他第一他將它放輕了，第二他對一些即同呢件事有深切體會，或者有反省的人咧，佢會仲有寬容嘅對待，唔會因為當年你捲入咗，或者你當年即係慷慨激昂，成為咗被通緝嘅人之後咧，或者被利用咗，係啦，就一世咧都唔理你，就唔係咁嘅樣。嗱，我係講，即係李陸先生好叻，但係佢未叻到咧，即係話，哇！我哋國家冇咗佢咧，就起唔到高鐵啊，起唔到咩？即係唔係好功利嘅角度，哇！我要翳你翻嚟，唔係呢個原因。但係佢覺得，既然你嗰啲嘢係合理嘅，你又講緊金融嘅嘢，你某程度上離遠離咗呢個嗰個圈啦，咁啊擺喺本書度咯。咁而家仲係內地出版社，但係呢啲咧香港冇乜人知，佢哋而家成日喺度執著咧，就唔會講呢啲嘢，咁我覺得係相當可惜嘅。比較偏執啦，我見佢哋嗰啲版面啊，或者佢故意係想發放嘅資訊咧，啲網媒佢哋成個機器，成個輿論機器咧，都係好有引導性嘅，我自己覺得。咁年輕人，如果我自己講啦，如果你日日睇讀果，智商就冇咗。我覺得你有好多呢啲好押韻嘅嘢，好咁大家可以易記啲希望年輕人可以擴闊下眼界啊，唔好淨係睇一兩個嘅報章，唔好淨係睇立場，唔好淨係睇讀果。係啊，到你睇下 Jovi Chan 嘅係啊，歡迎啲黃人嚟睇嘅，都希望即係點解我話同人論證使乜驚？即係大家睇完之後，我覺得從一個和平理性嘅角度，大家可以坐低去討論嘅。我覺得其實呢個完全係歡迎嘅。係啊，即係唔好喺度掟磚放火咯。係啊，係啊，即係同埋我記得嗰陣時11月嗰位羅伯，即係咁樣就過咗世都就嚟2年啦，而家達1年半多啲啦。咁我覺得真係好可惜。李伯被火燒傷，就到而家未復發係啦，係啦。咁仲有就係譬如我哋啲警察啊，小虎 Sir 啊，射中嗰、那個小腿嗰個警察啊，割喉啊嗰個警察係啦，割頸令到佢啲聲音。我其實有份幫手去訪問下佢哋。咁我親眼見到佢哋，亦都見到佢哋嘅太太，即係啲警嫂啦。咁嗰、那個驚恐，咁我真係覺得咧好唔應該，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不正義嘅做法。就算你對個國家、對個政權、對個社會有幾不滿都好咧，唔應該用呢個方法。就好似一個文明嘅社會，唔係一種即係你死我活或者一種森林法則嘅一個鬥爭啊。但係當然佢哋唔聽。咁我希望而家喺個國安法之下咧，成個社會安定咗咧，我哋可能有多啲機會咧去改造嗰個人心。